害。今天想什么呢？满街都是夹娃娃机，小朋友一看到呢，他们就很想夹。你必须也要有这种才能，你才能够夹给小朋友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找了一个朋友，他以前把人家的机台里面通通夹光了。你夹到了这个？你倒是，你花了两三百夹到的，大概五六百。我靠，还是个高手呢。嘿，总觉得然后这个夹子插下去碰一下它就可以掉下来了，越接近动作越容易丢回去。看喽，先调位置嘛，看那个爪子能不能转，来看它怎么样。哦，你推那一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般我们都会用甩的，只要推上去，再回来的瞬间按下去就会甩动，然后第二个回去的时候抓到物品才会甩出来。你为什么人也要弄？九九冒险野狼，他们就动身体会摆出很奇怪的动作。因为刚是高度，我没有办法甩了以后再假装。好疼啊！现在怎么办？现在一样啊，所以不能这样子。对，但也不能抓太多，它会整个再丢回来。拉到，拉到，拉到，拉到！哎，很接近哎。这种在上面，它可以反推了，往里面推，推到这里，然后它下去的时候，它会这样把东西推下来。这一只爪子去这个位置。对，可以。哎，对对对，有。真的假的？哦哦，滑到，滑到，滑到了。他捉了，捉了，还蛮好的，五条毛巾，你们一家五口都有，一人分一条。刚看一台推的还不错，好，换别台看看。这个也是高度，在下爪的时候推一下。什么好了？你如果把它插到绳子里面，搞不好会整个勾过来。可以可以，它会内甩回来。哦，勾到，给我拖过来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勾到了，我勾到了，直接取物就好了。我也内推了，它会转过来。你直接取物是一个方式哦，你自己判断。现在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好，往那边推了也可以。好，这个就要轻轻的。哇！你搞什么？你搞不好用刚刚你那一招用推的。哎，啊，把我撞倒了！用刚刚你那一招用推的。好了，从这边夹一只熊熊出来，转夹呀，吸到哎，吸到。关于小熊的事业，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留，关于走，关于喜，关于否。玩到这里，我就叫小朋友说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这是意外的出货，搞走了。啊，对，其实我刚刚就是瞄准这个，对，根本就没有要夹旁边那一只。尚书大人还真机灵，风往哪吹你就往哪倒。哇，海苔桶哎，吃完海苔用毛巾擦嘴巴，再来一台。我只要把这个便当盒夹出来，我今天就大功告成了。到物品的时候还要按第二下。我知道这样有准吗？有准。啊，走。因为你没有收，它就会丢。哎，按第二下的。到物品的时候还要按第二下。我知道。扭，脚高很破掉，四秒拢买无去啊！甩到了，好厉害！等它摆荡已经出现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出来。你看，我没有甩很多脚，就1、2、3、4，最后一下一定要一起按。物品到这里的时候，赶快按一个二手，它会紧紧的扣住。这辈子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货的。我把你搞价过几百啊！你也看哦，啊那个啊，不是的，转回来，站起来，哦，绳子，再过来一点，好。哇，有了！过来！你就来问我，去问你请教。花了600块，夹了4个。今天想了什么呢？今天想了很多夹娃娃的技巧、摇摆的技巧，怎么吸，怎么夹。哦，我有好的成绩的时候，我再传影片让师傅看一看。谢谢你，你才是师傅，让徒弟看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哦，咱们影片下次见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天去夹娃娃，夹了这个毛巾、便当盒，等等。哎，你们不
觉得爸爸很厉害吗？我夹的耶，夹娃娃哎，我夹的哎。这个时候他也就不理爸爸妈妈是谁了，他们只理玩具是谁的，加好多钱呢，有这些笑容就可以了。这玩具请谁夹的？我夹的。骗人，叫你朋友夹的吧？我教我朋友夹的，他都不会，我就教他。骗人，你们到底是不是的？是，不是？啊！那平常爸爸可以夹中几个？一个。而且夹几次就不可以夹了？三次。这些都是我不小心夹到的，不是你的。好啦，拜拜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